ขโมยแค่วิสนากระดานคุ้มวิสนาด聊聊天，转移躺在手术床上十四岁男孩紧张情绪。他就是鼻腔跟口腔有一个瘘管，所以他就是食物哈有时候会腹痛。然后他这个之前在六个月的时候有开过刀。天生唇裂，曾经开过两次刀，裂口反而更严重。疤痕切掉，皮瓣做一个转换，然后整个打开，疤痕放松，然后再重新一层一层缝起来。嗯，手术时间需要多久？应该一个多小时。可以 relax， you tell her relax。Now to relax pain already。打上麻醉，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和缝合马拉松正式展开，体力大考验。开刀房客难，折叠桌铺上医疗床垫，成了简易手术床，少了专业手术灯、床旁台灯、头上罩灯勉强取代，治疗效果不打折扣。它是会有影子啊，会遮住啊，会有影子啊。那手术灯，真正手术灯它是无影灯，它是从上面哈天花板那边，从那边照下来，那个亮度哈可以调大小。布林德文 ，After 一天不。克服一切，手术顺利完成，术后保养也很重要。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就逐渐消肿。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跟出血有关系啊，有时候出血比较多，它就会比较肿。那今天都看起来都很顺利。双手合十。